者来之前呢，先把大家的名字读一遍。把那个捐款名单，就是我们主办方的捐款名单，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啊、哦。福建同乡会陈学端捐款5000。美国长乐公会张子阔捐款3000。谢谢。美国福建同乡会郑思琪捐款5000。旅美湖南同乡会李宁捐款1000。美国华人侨团联合会，乔丽华、刘比华捐款3000。纽约华人总公所武卓胜主席捐款1800。好，我手上就是还没有完整的一份捐款名单，我相信我们源源不断的还会有名字上来，那我们一会儿再读啊。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开始介绍一下我们主办方在前排主办方的嘉宾，我们的总顾问陈慧平，美洲智孝读心公所陈慧平先生，然后是繁荣华普总会田世瑞先生，福建同乡会郑思琪先生，福建同乡会陈学端先生，美国长乐公会张子阔，美洲智孝读心公所陈希儒，智孝读心公所陈伟祥，缅甸联谊会董事长苏焕光先生，福建会馆陈新和，侨联会副主席刘比华。我是美国福建华人联会主席李华，谢谢。山东吕成瑞。啊，中国呀，上庄啊。我再刚报告一点，刚刚开局，福建会馆金和主席捐3000，我们掌声。我们的名誉主席苏焕光先生捐款1000块。还买了一桌 VIP 的席位啊。OK， 本来我家门比较好，那我会把话筒从那边开始，你自己站起来介绍自己，然后话筒往下传，这样比较清楚，对吧？好，有请第一位。你好，大家好，我是长乐公会办公室主任陈金雄。好，谢谢。大家好，我是长乐公会常务主席，还有福建同乡会常务主席李清达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南齐同乡会的名誉主席陈开明，同时也是福建同乡会的常务副主席，谢谢。我是纽约商务联合总会的吴整文。好，谢谢大家。我是纽约姚大叔合唱团艺术总监和指挥姚学言。大家晚上好，我是沈毅，全美徽商联合会会长，谢谢。大家好，你好，我是文敏，这是城市工联合会的。大家好，我是莫坎利，是美国纽约，有两个会吧，一个是广西同乡会的副会长，也是纽约中国旗袍会的会长。好。大家好，晚上好，我是徐静，是新泽西中国旗袍会会长。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程双，我是纽约新居汉服社的顾问，也是独立音乐制作人，谢谢。好，我是纽约汉服社的策划人。好，我叫于浩子。
大家好，我是王一斌，是纽约台商妇女联合会的会长，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省港澳的陈锦棠。好姐。大家好，我是樊明华，奉献业余好，为人民服务的好姐。好。靓姐，宝靓姐。大家好，我是华人策划协会人瑞中心的主任吴宝玲。我叫方俊雄，我现在是平民一个。大家好，我是曾千威，是美国亚裔文化交流总会的主席，谢谢。对着镜头，对着镜头。大家好，我是大鹏同乡会主席黄天颂。看着后面了、看过来后面了，对着摄像机好吗？往那边对着摄像机，谢谢。大家好，我是纽约汽车协会的会长。大家好，我是美国广东侨胞联合总会的主席赵正元。大家好，我是美国工人后援会的会长梁俊伟。大家好，我是纽约北京同乡会蒋健。好，我们请对着摄像机啊，在前说的时候。好，大家好，我是华裔华国总会会长龚彪。大家好，我是美国都服同乡总会副主席王伟明 Raymond。大家好，我是美都港埃同乡会常务副主席伍元珍。大家好，我是美国亚裔同乡会主席。好，李丽。大家好，我是李涵同乡会的 Karina Chan。大家好。我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教学人，也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常务副会长，也是英国创会的首席顾问，美国福建同乡会。大家好，我叫郑志辉，是美国美华同乡联合总会的后任主席，谢谢。捐款名单，这个是一定要插进来的。我们的名誉主席，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主席李华先生捐款1000块。好，请继续。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国春秋同乡总会的主席麦德森主席，多谢指教。大家好，我是美国中华知青联合会会长王建英，谢谢。睇住呢度，睇住呢度。我系美国港埃同乡会主席梁杨东。好，我系世界华人网友会的委员张一康先生。嗨，大家好，我是世界华人网刘伟仁。我系恩明商会个会长梁国祥。柳仁仲系敖山房嘅副主席陈果莲，多谢。大家好，我系刘林剑雄，系华埠联合民主党嘅区领袖。香港纽约放夫人总会嘅主席马伟才。呢个其他总会财务主任刘丽仪，出力嘅。大家好，我是姚永婷，是泛民华货会的。Thank you。好，华纽约所员工所主席胡九贤。我是港府人总会常务主席雷文波。Hey， 大家好，我是苏员工所严正白彩中文书记雷万里。
我是台山华侨中学美工校友会的会长雷怡，同时也是亚总会的常务副会长，也是珠海联谊会的副会长，谢谢。我是彭展辉，我是这次的潮会委员。大家好，我是美国汉服协会的创办人黄巧欣。会长，大家好，我是纽约汉服协会的会长，我叫 Jessica。 各位大家好，我是台山巅峰成果学友会会长伍凯和，多谢大家， Thank you。 大家好，我三国子的故事理事长周俊伟。大家好，我是美国台山商会杨爱辉。大家好，我是中华美国侨社资历会长员。大家好，我是中华美国侨社创办人黄子木。大家好，我是纽约华人总公所吴九生先生，还有一个我的董事长吴九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就这样。大家好，我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常务主席，也是美国后方联谊会的主席施广义。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美国福建同乡会陈秀端主席会带领他的40多个我们村镇联谊会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每一个村镇联谊会都有，少的都有1000多人在美国，多的有近万，有10000人在美国。这一次我们陈秀端主席会全力发动，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闽北湖南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刘运筹，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美中参会，我是陈美中参会联盟主席武昭熙。大家好，我是北美旅游协会会长李立。大家好，我是纽约东方之珠艺术团团长米雀，谢谢大家。坐在我旁边是我的副团长岳仁。大家好，我是纽约歌舞团团长刘新月，谢谢。大家好，我是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的常务会长江书栋。我今天也将刚才会长没有讲完的一个话题，我们也将会带领我们协会属下的几十个布鲁克林的侨团来大力支持这一次的活动，谢谢大家。我是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的荣誉会长陈荣显，谢谢大家。美洲荷兰同乡会的 Frank 张斌，谢谢谢谢。现在收到的发董会捐款1000块，马耀会长。Volunteer Coordinator for Better Chinatown, I'm Asia Lin。大家好，我是 Kelly Yang， 我是 Better Chinatown Volunteer Coordinator also， 谢谢。大家好，我是金陵舞蹈学校负责人校长，然后薛院长，谢谢大家。大家各位好，我是广府人总会副常务主席雷石坚。我是任远中学美东校友会会长陈丽龙。
我是胡志明，我是繁荣总会的会长，还是也是纽约州餐饮 Tobin's Whisky 的主任，谢谢。繁荣华府总会的秘书长金玉仪，非常荣幸今天在这给大家做事，也是主办方的信任，也是我的荣幸。那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万众同庆中国日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现在正式开始。好，请出我们的陈卫平先生为大家做会议的开场发言，有请。尊敬的各位主席，各位新闻媒体，大家晚上好。我真的很激动，很高兴。我在球界工作，从事球那个球社工作已经30年有多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中国人这么如此爱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今天开的筹委会的主题是中国印，所有在座的都是主办方，都是本次筹委的委员。我很谢谢大家对我们知晓都签公所的支持以及厚爱，特别是谢谢大家对本人的厚爱。说实在，年龄不小，年龄虽小啊，但是在球社工作一转眼已经30年有多了。这一次活动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们整个美国的球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在11号举办过一场中国夜，我国庆节。所以说这次活动是发自大家的内心，发自大家对我们国家家园的加倍的爱护，才形成了今天的记者会取得了成功，今天的筹委会又一次成功。从这一点也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智慧至上、勤劳至上、努力至上、合作至上，我真的很感动。那我今天呢，闲话不多说，留下来的话给大家好好来说出我们的心声。我只是想把这场活动的重点说好。我们经过不断的申请以及努力，我们也争取了五分局的同意，11号10:15这里把整个马路封住，这也是国庆爷第一次，他们而且自由辩论在这里封住，然后在这里一个舞台，搭一个舞台，大家可以在这里载歌载舞，可以在这里热闹一番，舞龙舞狮，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现在我们唐人街，在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地方，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让文化中国、中国文化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也还了我们的心愿。我们终于在唐人街11号，有我们的锣鼓声，有我们舞狮的声音，有我们舞龙的声音，有我们呐喊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非乎凡响。我这个是10:15，在这里整条弯到11:50左右，是吧？30分左右啊，先把这个议程讲好。我们由五分局带队，把我们这个队伍一点一点拉成的长龙，排到我们富力广场。富力广场是市政府还有好多的都市政府的办公广场，我们就大家汇在一起。当时有费城来的，有波士顿来的，有康州来的，还有那个大西洋来的，还有我们那个纽约来的。然后我们集中在一起以后，我们12:15由我们王平大使夫妇，我们组织56个民族
把我们五星红旗一个护旗队护过去以后，把五星红旗交给我们王平大使夫妇，既有男性又有女性，男女平等，都是爱国家，来把我们的五星红旗升起来。然后我们因为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度，我们不但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也爱美国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生活工作的地方。我们同时也升起美国国旗，因为当天很多的美国政客，很多很多啊，我现在估计二三十个政客都不止，我现在火所把握 OK， 算是我们同时兴起美国国旗。然后呢，由美国陆军队国五团两男两女站在我们中国人的中间来撑起美国国旗升起。然后我们国旗由三四个小朋友，年轻漂亮，穿着整齐的服装，来大家一起唱起我们国歌，升起我们的国旗。活动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政客讲话，王大使支持，所有整个过程，包括我们的主办方，我们主办方的所有的主席上去支持，从12:15一直到晚上4点，都是整场活动，大家在座的都有权利讲话，讲一句中国，中国就够了 OK， 代表我们的心就够，让每一个包括新闻发布会的筹委会的都说出我们中国这两个字，大家都安排好 OK， 一直到4点，然后呢到晚上我们在金丰大酒楼举行个隆重的国庆晚会，大概已经资本的摆满了。我想我们有好多人的想法是，每一次酒会都好像菜不怎么样，我们这一次一分钱主办都不装，几次出钱把一个500多块钱的餐桌让大家吃的。还有我们那个张老板去哪里了？张老板我看到了，他当做茅台酒。张老板啊，你是最大的支持人啊，我们每一桌都有好的酒好的菜，让大家高高兴兴欢欢乐乐地过一遍平和热烈有感有情的国庆节。这个晚上如果金丰一个厂摆得不了，我们可以再摆一个厂，摆一个厂，让我们王大使所有的酒所有的领馆到每一个厂去转一下，这样就显示一下我们华人的力量。我说实在，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了，终于等到了。我希望今天有那个11号有一次活动，以后每一年都有一个11号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最盼望的一天 OK。 所有的主办方包括福建同乡会，两个主席坐在我前面，他们都主办方，这个是我们特别的主办方，因为他都是一付出很多。每年大家知道吗，他搞那个春节游行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了，你看谁能拉动纽约市市长过来，谁能拉动美国民主党参议会首席党的主席都出来，这是我们华人何等的力量。所以我希望春节是个品牌，将来国庆节也是个品牌，这个品牌又靠我们在座的今天国卫酋领国卫社会引达大家一定来努力，我相信这个品牌将来不远了。我前天有我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干预我们今年国庆的那个整个安排，我看完以后我真为感动，身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一场活动以祖国心连心，以祖国同命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搞好。所以大概的筹委会这一次活动是这样，但最关键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要求，大家有组织多的来，人多力量大，人多就代表这个大会的成功。我相信今天在座记者会已经这么成功了，我们的大会10000人20000人真的不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现实。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主席每一个社会引达回去把那一天所有的工作放下来，我们春上节的洋装我们都是一人一件衣服啊，我现在已经印了3000件了，
如果再不勾，我们可以五千件、六千件，大家穿上我们自己该穿的衣服，中和院同心协力，一片旗海，这样集中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说服力，大家都会记下你们的功劳。这我相信这场活动会把大家的记下来，刚才每个镜头都记下来。我看今天筹委会很成功，不分前后，我看到那个我们的吸引记者把每个人讲话。我现在说的所有的筹委会报告记者会没有这么全面，每一个人都报出你的名字，报出你的职位，这就留下历史的一刻。我希望我们的新竹不管发多少钱，我们组我们来发，把每一个人拷贝一个片子将来放下去，打开一看，有我的讲话，有我的名字在，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记载下来。我再一次感谢大家啊，这个筹委会大家有什么事情大家来商量，大家来研究怎么搞得最好，可以提出你们的宝贵意见。我大概基本上把大会整个过程这样讲一下，大概再长期我们再开，我想呢下次开筹委会不用在这里了，我们还要开一次，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出发之前的一次，我想把个酒楼拿下来，我们呢好好既好好品一下茶，也品一下红酒。本应我今天用我们那个图钱公所买几箱好的红酒让大家品品，可能今天地方太窄了就临时取消了，下期的那个筹委会我想在29号开一次啊，我大家就不再发出通知了，29号我们选个地点。好，成功了，好，好不好？那下面大家跟我们那个总工会讲一下，新山两个主办方的主席，大家互相讲一些话。我也希望我们福建兄弟团团结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好建联。 OK 好不好？行吗？好好好，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有繁荣花布总会田世云先生发言之前，我们想先请出缅甸联谊会董事长施化高先生给大家做。我今天要表扬他，我当个主持人，他老婆生日，他老婆今天给我生日，电话已经响了六七次了，唯有他太太永远漂亮，永远美丽，儿子万岁万万岁，他老婆啊！你看我们苏会长没有一个人不熟，没有一个人不熟。所以我今天也为你讲两句话，祝你太太生日快乐啊！祝你太太越来越漂亮啊！好，刚刚他已经讲出来，我就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太太的生日在就是家里吃场饭，不过我说我一定来支持，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我本身来美国40多年。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我们一直在认为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机会作为我们中国日，所以我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一起到了纽约州，我们去参加了这个那天的 resolution， 所以呢见证了这一切，就是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所以呢今天由我们还有繁荣华富社的两位老总的带领之下，今天把我们唐人街，不是唐人街了，整个纽约所有的应该来的侨领们都来一起搞这个活动。同时呢，我虽然还有呢，我10月1号我是等了很久，不过我呢在缅甸已经有这个安排，所以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请教，在缅甸已经有安排去开会，所以预祝这次的活动圆满成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中国日，谢谢大家，谢谢。请出福建同乡会陈学丹先生，大家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侨领、新闻媒体，大家晚上好。今年10月1号，我们中国人在纽约，还有其他外州的很多都赶到唐人街庆祝，万众同庆中国日。现在
我们有应该有100多个会参加了吧，可能还会再增加吧。我感觉今年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热心，以后这经过这一次办下去以后，我们中国人越来越热心，越来越团结。好，谢谢。以后，所以我们中国人下一代出来参政，我们上一代一定要支持下一代。好，谢谢。儿子不当总统，孙子也可以当总统。以后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出来选总统。现在杨先生已经出来了，我们应该要支持他，多多支持他们。好，谢谢大家。福建同乡会陈学丹先生的发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另外一个主办方福建同乡会的郑思琪先生有请。尊敬的钱卫平主顾问、陈希龙执行主席、田穗蕾主顾问、记者朋友们、侨女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万众同庆中国日，中美友谊树长青。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今天在纽约自驾朱新公所2楼礼堂举办万众同庆中国日筹委会。首先，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及全体同仁，对万众一心今天中国日筹委会新闻发布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好，对贵公所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周新闻发布会圆满成功，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属下有100多个联谊会、乡镇的会都会积极参与这次的活动，大家都出钱出力，我相信这次国庆节品牌一定会非常成功。好，我们将继续与主席国风雨同舟，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最后，衷心祝愿中美两国繁荣昌盛，合作共赢，中美友谊源远流长，万古长青。祝在座各位健康平安，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主办方之一郑思琪先生。OK， 接下来我们请出长乐工工会，长乐工会会长。张子万，尊敬的陈卫平啊，总顾问，还有。我们啊，敬仰不停的各位领导啊，各位侨领，各位朋友，各位媒体，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的，我们华人能在纽约政府批准到我们的中国日4月1号，这是我们的国庆日，这就是我们华人在美国努力工作的结果，华人在美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的华人更应该心连心，把中国人办得圆满五分，一鸣惊人。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是美国福建会馆主席田新恒。今天我们参加这个万众同庆中国日，我表示非常高兴，因为借这个机会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华人在异地生活一定要团结，团结就是我们力量。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纽约州众参议员的
参议院通过了十六一日列为中国日，我们要感谢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力量，以后我们要为了这个节日，我们要同舟共济，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个节日办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福建会馆陈金河先生。那接下来请出我们的陈善庄先生。各位侨民，首先感谢我们张工作陈伟平元老，还有我们的老大哥，还有我们队长。今天我们能够，我第二次在这里见到，为了我们十月一号万众同庆中国日第一次筹备会非常成功，为了我们中国十月一号在这里大家都讲过很多了。就是我们已经盼望这一天，已是一路上来做的。但是我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周昌阳，真的是为我们推动这个事情。仅仅我们在他们周昌阳已经三年多了推动这个事情，终于我们今年实现了。现在我们主要观点就是说，刚才我们陈伟平总部也讲过。为了十月一号，我们整个不只是纽约的侨团，整个我们带头为美国所有50个州都响起这个十月一号的中国日，是真正我们得到的目标。另外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就对在十月一号为大家看起来，刚才讲的12000-20000，我相信不止。那天也是刚刚是假期，我们希望这边可以龙头到我们富力返乡，龙美还这里还没提前，我相信不这样。我们看到十一号，真正我们的中国人站起来，谢谢大家到来，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陈会长。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位嘉宾，是我们美东荷兰同乡会会长张富印先生。好，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呢，首先要感谢的是咱们支校杜青公所的陈元老，还有咱们这个陈总理，把大家组织起来，来做这个万众同庆中国日。这个日中国日怎么来呢？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陈善庄主席以及其他一些侨团推动，来周一三议会通过了这个决议。那正像上一次第一次开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在这说，为什么人家承认就是说十月一日给我们是中国日呢？是因为我们华人在纽约的，就是说经济中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受到了尊重。那怎么样呢？所以十月一日我们要隆重的庆祝。但是如果来300个看着不太像话吧，所以大家都要组织起来，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这样才能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力量，谢谢。好，谢谢，非常感谢张会长啊。接下来我们请出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主席李华先生。尊敬的杜青公署我们元老，尊敬的杜青公署我们的陈主席，各位我们各位的侨民，大家晚上好。我很高兴今天受邀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刚才我们都听到了我们这个陈伟民主席在这里非常激昂的讲了他应该说的话，我们该说的话，也听到了我们陈善庄主席介绍了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在那天十月一号我们在这个举行的这个盛大活动。今天呢，我看到了我们有这么多100多个社团参加了这个我们这个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应该说十月一号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70周年这个时候，我们纽约州，我们对我们华人的充分肯定，
这个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也标志着对我们所有在纽约的我们所有的华人一种肯定和激励。所以说这个我相信有这么多的侨团参加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一定能够成功，也一定能够得到美国的社会的充分肯定。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主席李华先生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请出世界山东同乡总会主席吕成瑞先生。我还是坐着说吧啊，中秋节了，先祝大家精神健康，身体愉快啊！我坐着说两句，我的身体不太好，不好意思。这个事儿呢是个大事儿啊！我这个会长一路当了，从纽约的山东到世界的山东，全美的山东，当了有快20年了，活动也做了无数啊！今天这种活动呢，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等于是最团结的一次，也是最整齐的一次。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是选票也好，钞票也好，都在这努力。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在这活得更有尊严。所以我们现在争取到中国日了，现在刚才像陈伟平先生讲的，我们希望每年4月1日我们就把它真正的作为我们自己的日子。因为我们住在纽约，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春节的时候游行啊，我们这个田税这边那叫什么日啊，每年初一那叫放，确实放假的叫什么日啊，田税每年初一春节那也是州长的，也是立法的，是吧？所以我们世界山东同乡会捐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世界山东会的总顾问茅台文化促进会的会长张瑞群先生捐5000块钱的茅台和茅台的迎宾酒啊，要喝死一个少一个啊。张瑞群先生呢，你站起来再和大家打打招呼吧，好吧？你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世界山东同乡总会主席吕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出北京同乡会主席蒋介先生。今天大家来开这个筹备会，我觉得意义重大。今天这个筹备会跟上次这个新发布会都来了，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有这么多侨领，来自于 Chinatown、 布鲁克林跟 Flushing， 这么多的侨领非常积极地参与这种活动，可以表现出我们所有的华侨华人对我们祖籍国的热爱。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个活动呢确实有必要。那么希望呢，我们能在10月1日这一天，大家能够展示我们的热情，展示我们的力量，把这个活动办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北京同乡会的蒋介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出侨联会副主席刘礼华先生。好。尊敬的陈伟平园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侨界的领袖，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来有三个身份，第一个就代表我们纽约华侨团联合会，侨团联合会。那因为侨主席不在，所以我代表他来。我们也捐3000块赞助这个活动。表示支持。谢谢。第二个身份，我也是纽约诗画琴棋会的董事，我是纽约皇后画院的院长。画不会讲，但是画是画得很好，所以我们表示要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书法家、画家，当天在10月1日当场挥毫书法，画一画，来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把这个中国日办得更好。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刘品华院长。接下来我们请出亚总会的常务会长江书栋先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方，这家的朱七呢，各位元老及主席，我今天呢就补充一下我们陈会长、陈尚庄主席的一些后面话题，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国内在推动这个草案的时候，我们亚总会，还有我们美华总商会在前期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大家在报道上也看见，但是呢，我们做了这个工作的同时，为了10月1号这个万众同庆中国绿这个日子呢，应该是更有意义的。我们是号召更多的人出来，站到街上去，让我们的参议员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有这么多人的重视。我们接下来呢，还希望不只是参议员，或者纽约市会给我们做更多像类似的这种为中国人有意义的一些节日也好，其他的一些事件也好。所以说我希望10月1日有更多的人，不止有1万、2万、3万，希望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我们主流美国的主流看到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力量。在这里预祝我们10月1日这个活动圆满成功。好，张先生，下面我们请出何先生做一个补充。我都非常很荣幸，我常常在 Albany 上面，现在看到很多华人在团结起来，希望呢我们在团结去 Albany 要求更多的，要求更多的好事，好吧？还有10月1号呢是犹太节 （Rosh Hashanah），所以说大家可以跟小孩子更担心没有学校，就尤其犹太日。所以说这天呢也是我们的最大的好日子，说回全家回过来游行，好吗？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呢，是一个大家给大家敞开讨论的一个会议啊。每个人可以就是像记者招待会一样，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在此呢，我想先给大家把这个顺序说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在我说完顺序之后再提出来啊。我们集合的时间呢是10点半，集合的地址是土清公所，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的下面。集合的路线是11点15分，然后由五分局带领我们到目的地。顺序是12点开始，各个团队、文艺团队、舞龙舞狮，然后观礼。大会将会为大家设定2个舞台，就像陈先生说怎么样，我们将会极尽所能给大家提供大家需要的场地。12点15我们就开始开幕，是开始了中美升旗仪式，花炮，然后唱美国国歌、中国国歌，还有就是各中美的长官致辞。至于就是那个我们其他的节目呢，一会儿大家可以再仔细的讨论。请大家就是不要害羞，该讲的都讲。那现在在大家提问之前呢，我们要特别请出繁荣华副总会田世瑞先生为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大家好啊，咁啊，唔好意思啊，我要讲广东话啊。喺教督亲台山话就识少少，普通话就乜嘢啊？真系冇乜嘢讲噶啦。所有啲主席同埋委员会咧都讲得好详细，而且咧我今日真系好，我喺唐街搞即系 New York 搞活动咧。真係未見過呢兩次嘅場面，第一次就發佈會嗰度，大家有嚟咧，真係105位喺呢度。咁我自己今日咧都以為離開籌備大會啦，咁就應該或者50-60個人咁啦，嚇點知仲多人啲，係咪要大家鼓下你，鼓勵下自己啊？听到我哋总指挥啦，132个侨团、侨团、文艺团。嗱，咁你按我讲咧，平时咧，我哋传统侨团或者新侨团办呢啲咁嘅国庆活动啊，或者咩活动咧，我睇咧就多数系啲侨领同啲会员着住件衫出嚟。但如果你系留意今日，有1半嘅人咧。是很多是女士來的，他們是代表旗袍會啊、文藝組織啊、
舞蹈學校啊，更加咧有好多係舞師舞。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年一個特色。OK， 我哋亦係同阿黃總咧傾過，中領館咧亦係希望我哋今年個主題咧就向中華文化推廣，所以我哋特登係揀咗十月，啱啱咧就係星期二，有好多法庭嗰啲人咧就上班嘅，所以我哋會吸引咗好多美國主流，但係正話都阿 Gilbert 都講咗啦，啱啱咁好彩嗱，所以呢個咧就係、是、督親公所啊，今年啊真係出師有名。OK， 第一在十月一号搞，第二啱啱是公校全部放假。OK， 所以你哋我哋啲 volunteer， 我哋嗰啲舞蹈中心啊、细路仔啊，你哋啲家人啊，都系带啲细路仔嚟。咁我哋今次咧真系准备得好丰富，好丰富啦。咁即系多谢中领馆同埋督亲睇我哋繁華化，邀請我哋一齊搞。咁呢次咧，我哋會推動好多好多團體係未參加過呢啲點講咧戲節日嘅。OK， 佢哋喺 Flushing、New Jersey 好多都係呢啲文藝團。OK， 咁啊，今次咧應該係好多彩多姿。嗱，我又睇到有漢服啊，有幾個小孩嘅中心出嚟。阿梁老師，就介紹你哋去咗熱個頭。OK， 嗱，佢咧有幾十個嗰啲兒童合唱團，咁嗰日咧就試過佢哋啦，即係好好嘢，唱中國國歌，佢哋預備。咁就話我個拍檔魏平老咧都講咗啦，我哋今年咧好榮幸，因為今年咧啱啱係中美建交四十週年，咁我咧就特別同呢個美軍文藝俱樂部咧就邀請咗佢四個著曬軍裝嘅美女同男仔落嚟唱呢、這個。美國國歌，咁呢、這個代表性咧就係好強嘅，因為啱啱我哋中美建交 ，OK， 咁我希望咧就簡單講，希望各個橋團、藝藝中心、旗舞會等等，就叫多啲你哋嗰啲文藝色彩嘅組織出嚟。你哋識嘅，你哋咩？咁我哋相信今年咧，我可以同好多舞獅、舞龍、舞麒女大伯同開會。主席，記得啦，你麒女。要我哋點做 ？OK， 最緊要準時。嗱，咁好多咧，我哋希望有二三十條獅，六七條龍。咁真係到時咧，呢、這個 Bonnie Square 咧，從來未試過。有咁嘅氣氛㗎啦，好精彩，好精彩！除咗我哋橋包咧，我哋呢啲中華文化嘅色彩咧會好強好強。OK， 咁啊，最緊要報名，因為唔係唔知，而且我哋特別咧就將呢個大舞台咧都搬埋落去 Bonnie Square， 因為好多文藝團咧已經打電話俾我，或者已經報名同我講。係一定要俾我哋報名啊！即係一定要參加，一定有個機會表演啊咁樣。咁我哋大會咧會盡量安排所有出嚟嘅文藝團有表演個機會，同大家一齊慶祝中國日，好唔好？好，多謝大家。大叔，來，叫我姚大叔。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和我太太是在1949年开国之前参加文化艺术活动的，很荣幸，这是我在美国来了38年以后第一次参加Chinatown 的同乡会的聚会，当然。我也北平刚才宣布
十月一号，因为州议会批准那一天是我们中国日，是吧？万众同庆中国日，所以这一天对我来说，对在座的侨领们来说，恐怕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日子啊。代表我们的合唱团，号那一天，美国通过了我们的一个法案叫中国日，同时我在七月份，我们就出了5000张的 flyer， 作为以中国日立汉服日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这一天来了两个汉服协会的，一个是新居的，一个是我们那个汉服文化联合总会的，然后我们。本来如果这一场万众同庆中国日不在这个地方展开，我们是要去做快闪的。我们大概有100号人，15岁到50岁之间。好，谢谢。新居汉服社是由一群年轻人成立的独立的汉服社，我们的宗旨是。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出自诗经卫风一首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是说为什么要说没有衣服呢，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所以我们汉的喜欢汉服的小伙伴之间称之为同袍。我们新居汉服社呢，主要是会带领自己的团队，会希望能为大会做一份奉献。我们有自己原创的歌曲大合唱，有很多年轻的一些高中生、大学生，他们有舞蹈，我们还有对，高中生、大学生他们会带来自己的舞蹈，还有我们曾经在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日。在见面会所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汉服活动，到场的有140人，然后光走秀和汉服的演员就达到了54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汉服社虽然非常年轻，但是我们能团结非常多的人，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为社区做贡献，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穿汉服，在节日中穿汉服，在上学穿汉服，上班穿汉服，然后把我们中国的服饰文化带到美国的每一个有我们在的角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汉服美女哈。我在这区很少人知道，少数民族只有我们这几个，我们三个都是南宁市过来的，而且都是南宁三中的，你看汉服的哈，还有我们舞蹈团的也是南宁市的，所以从开始以后记住。所有艺术很棒的都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人。OK， 谢谢。我们一定有200个人穿广西壮族的服装。好，东美美东校友会的梁仲敏先生捐款2000。陈伟平把这一个十一号的活动拍成录像带，同时别忘了10月1号那天请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来拍，作为我们纽约、大纽约地区的侨胞对建国70周年的献礼。谢谢。当天。有3个电视台来拍，凤凰电视台、中央4套频道，还有 BBC 电视台，有3个电视台为了显示大家的美丽，也要现在我们很多社团都有舞蹈队，他们为国戏已经准备很多，我们搭了2个舞台，这也是开创我们有史以来活动的第一次，两个舞台厉害不？2个舞台，好不好？还有一个，我增加几句话啊，因为这是筹委会，所有的都是由我们来统筹，让我多说2句，可能活动更成功。OK 啊，好不好？大家允许我多说2句。当天呢，我们过去以后呢，我们的中国新这个中国月这个衣服，所有的会长男生留下来，
把你们的名大概出席人数有多少，我们保证每一个一件衣服，如果你们不报，我们没有数量，你明白意思？越多越好，哪怕我们把房子压出去，我们也把大家穿上漂漂亮亮的衣服，说大家一报名啊，你不报名就没办法，今天一定把名字报下去。然后29号呢，我们就开始分发衣服，如果你是来100件，希望大家又来100人，你又准备车，如果你是拿500件，你就有500人的车，好不好？29号我们不见不散。然后我又建议好多，其实王大使很支持我们这次活动，希望我们在座的将来我们这两个舞台都赢成一片，因为我们既是新文化部委的参与者，又是我们筹委会的委员，把所有人都列成我们筹委的委员，名字不管大小，都是议员，都是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的努力，不管钱与不钱，有心就比钱更大，当然钱是能做事，没有钱也做不了事。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吧，大家记住了啊，一定把你的名字报下去，拿多少衣服我们印多少，因为这个衣服有时间，不是短时间，你们估计一下大概多少人。我们29号先出发之前，我们摆几座，大概这里15座就够了吧，我们先好好大家聊聊天，喝喝茶，好不好？哎，好，我来自纽约基生堂梁老师啊。首先在这里呢，感谢田会长邀请我还是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哈，感到非常的荣幸啊。刚刚我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出去了一下，被他找回来，但说明我也非常重视这个会议哈。那么刚刚听到有人说这个服装那么我们聚生堂童声合唱团呢有35个孩子，那么到当天呢会跟唱中国人民共和国歌那由梁老师指挥。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服装，中国日的这个童儿童的这个这样汗衫呢？如果有的话呢，可不可以孩子有穿呢？有，可以吗？我觉得一起穿可能会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服装，但是如果同意，刚刚听到到时候的号码呢，我要跟那个体育长说一下。好，感谢大家。不好意思啊，吴宝玲姐姐。姐姐，你讲完呢？我 expect 你1000个人啊！你讲得，你一讲得个麦，我好中意你啊！你好 ，I love you， OK？ 首先好多谢今日嘅主办机构陈慧婷董事长、田士瑞行政总监，系樊明华报社嘅。行政总监一叫我讲嘢啦，我想唔讲都唔得。但系我讲明俾你听，我哋人瑞中心所有嘅会员咧，觉得呢个中国日10月1号咧，一听见话办，我哋觉得好兴奋。Okay， 人瑞中心咧已经嗰啲会员准备出席。不但出席。咁我哋啲老人家咧，多數70-80歲以上嘅，已經預備咗一個特別嘅舞蹈，叫做《中國紅》。希望咧，因嗰日開始咧，我哋大家團結一致，中國人永遠都係紅紅紅啊，係發展到嘅。多謝。咁你要俾幾多件衫，我就帶幾多個人嚟。你唔俾我就算啦。多謝。三人，我俾咗你。使俾幾多件衫，我就帶幾多人嚟。2000你唔俾我就淨係我自己嚟。多謝。好。多謝。最緊要安排俾我哋老人家表演，因為佢已經準備好啦。多謝。今天非常荣幸来这里，然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小提议啊，因为这次的活动呢，就是唱好我们中国艺，不超过3句啊，这非常有意义的。我希望那天呢，能唱一首歌，我们的中国心，好不好？那你们要准备啊，你们的所有的现场的
主要的主持，你们自己报名，跟我们的主办单位说要唱好这个我们的中国语，谢谢。好，谢谢。我校初心呢做了很多工作，做了这个中国日。既然我们是做给我们自己看，也做给外国人看，我觉得那个中国日是不是后面可以印一个 Challenge 英文？知道两面音是很贵的，好吧，没事，我们就两面音嘛，好不好？好吧，两面音，好不好？好，你们给掌声就行了，出钱没有关系。我还想一句啊，当天我们所有参加筹委会，我们能不能在29号合唱一首歌？第一首歌就让我们在座的人上去唱。这才是我们付出的努力，有了我们应有的结果，好不好啊？我们29号早点来，大家认一下，一个歌大家都熟的，你说意义大不大？大不大？好了，大家没有，好不好？看大家怎么讲啊。今天呢，好高兴听到这么多位领导来到鼓励我们来到即系发起。咁咧係一個好興奮嘅事情。咁啊，提到唱歌咧，我想提議一下，可唔可以大會印呢個中國國歌同埋呢個美國國歌？咁因為咧，希望人人都唔係睇住人哋唱，我哋自己中國人，我好榮幸，我日日睇新聞，我都學曉中國歌。咁咧，我係香港女嚟嘅，香港係中國嘅地方。我是中國人，I'm born in Hong Kong, I'm made in Hong Kong, but I'm Chinese. More important, 最重要就是我要中國強，我是美國 citizen, 我都亦都希望美國同埋中國能夠達到美好和諧。我哋人民能到安享太平，生活安寧，個個人有工作做，有飯開，好似而家我哋祖國繁榮昌盛咁樣，欣欣向榮，繼續努力。你哋係要一個中國心，所以我唔識唱中國心，我希望我能睇到歌詞，我跟住學唱，希望咧以我以前發動的人咁樣。希望我呢個精神能夠感動到中國人啊！你要團結啊！好嘅，好嘅，要團結，團結就係力量。所以我哋以前工會有句話 ：We are one。你係由著龍的傳人嘅血統，你一定要熱烈支持。好，希望大家介紹你們。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把那些自己要介绍的话留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把你们说出来的。好，接下来请出我们曾师傅。感谢大家邀请我们的团队过来为这次的中国日出一份力。因为我从小就在唐人街这边都算长大也是来了30多年。小的时候也是已经很喜欢这个舞龙舞狮的这个项目，然后曾经也在大鹏同乡会，我旁边这个主席的同乡会那边帮忙舞麒麟，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这个传统，而差不多要忘记了，没有人去支持的一个项目，但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我离开了唐人街了，然后去到别的地区法拉盛，然后自己再做起来。现在我所教的学生大概有30多位，就在这个暑假的是新的学生，然后加上旧的大概有50多人吧。我们这次会尽量安排大家最多是十头狮子跟一条龙，希望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团队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把中国语，把我们中国呢力量团结起来，然后一起发扬出去，给老外主流的社会看看我们的力量。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曾总啊，谢谢。我大凡同乡会
讲几句。好。活动的节目咧就讲个舞狮舞龙，向文呢边啦，孟虎奇轮嘅，好正，系咧。我以为田氏女先生忘记咗我大鹏嘅奇轮队，啊，咁咧，我哋大鹏奇轮队系个特色嚟噶，啊，唐人街系冇噶，只有舞狮舞龙。有冇見過冇奇輪？有幾十年嘅奇輪，大鵬根本冇掂過。而家我哋個師傅都係八十幾歲，八十五歲啊，嘅半裝師傅，八十五歲，仲活著喺呢個冇奇輪嘅工作上。所以我哋你叫我哋幾多鵬奇輪先？兩鵬係啲。你有幾多，我哋接受幾多，好唔好？好啊！我搏曬老命啊！係組織，係完成呢個光榮嘅任務。好！啊，我們希望哈，大家手上都有這張紙，對不對？啊，上面有報名電話，大家就是要以所有的節目盡快的報上來，我們好做這個節目的編排。另外的話，你們需要自我介紹的簡歷都發給我，我會給你們，到時候會在舞台上介紹你們。好，請出我們下一位發言嘉賓。好，大家好，我是女美湖南同鄉會的常務副會長劉運籌。今天我代表女美湖南同鄉會，代表李宁会长，我来讲几句。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中国日本身是来之不易，这个中国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既要，我们现在是美国是我们的居民国，中国是我们主席国，我们既来我们的主席国，也来我们中我们的居民国，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中国日，我们一定要把它办好。我们以所要展现出来的，既要爱中国，也要爱美国，这是我想的。我们渝美湖南同乡会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会参与，我们不会缺席，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渝美湖南同乡会，我们的各项活动都得到了的那个陈总顾问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在这里代表渝美湖南同乡会，代表李宁会长，表示对陈总顾问的感谢。我们陈总顾问以后牵头的是我们渝美湖南同乡会，一定会尽力支持。好，谢谢大家。国日其实就是我们母亲的生日，所以我们在这个美国庆祝祖国的生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所以呢，那我们团队呢，为了参加这场演出，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现在我们特意赶排了一个大型的舞蹈开场舞《祖国颂》。这个田主席，你舞台有多大，我就能上多少人。我可以这么讲啊，哎，你舞台多大，我就上多少人。第一，另外我们为了这次节目，我们特买了20套定做的服装，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现在还在途中哈。好，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支持你们这次大会哈。好，谢谢。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也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啊！真正虽然是一个筹委会，但是呢，啊，大家群情激昂啊，这个真的是中国日啊，啊，真的是中国人舒心的日子啊！10月1号虽然是犹太人的日子，但是中国人也是10月1号，我们中国人终于有自己的节日了，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美国中华知青联合会呢，我们下属一团，我们有合唱团，我们有舞蹈队，我们只要是咱大会筹委会需要什么样的节目，我们全力支持啊。第三点，我有个建议，就是说刚才呢陈主席大家都提议我们开场，我们大家同唱一首歌，如果大会定下来以后，我建议我们在场这么多合唱团，我们可以百人啊，或者几百人的大合唱，同唱一首歌啊，我们就是尽快的回去排练。所以说，祝贺我们的中国日啊，这个活动顺利圆满，谢谢。
我们想呢，因为我是主办方，听很多的意见，我们想到是大家一万人好，两万人好，唱一首歌，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唱一首什么的歌？国歌，国歌啊，国歌，我的中国心比格格应该好一点，因为格格已经啊，这尤大叔最有发言权，你来说，歌星放弃，国歌唱祖国，哎，好吧，大家同意了，好吧，这是专业人士。专没有比他更专业的了，他是八二年，我刚才听完以后就过来，我们歌唱组合好不好？每个大家拎着一边，都是一起打拍子，大家唱，那就是真的是同唱一首歌，万众同唱一首歌，歌唱我们的祖国，定了啊！这个筹委会有点记录下来啊，大家回去每个会长回去将你的会员去练习 ，OK？ 所以筹委会就是解决问题，港听民意。大家都是筹委，大家都是精英，好不好？那就同唱一首歌啊，唱歌唱祖国，对。他真的做事那种公主感动了我，我们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好，给点掌声。然后29号啊，又是由你来通知，当时我们在酒楼里面，每一通电话都是他打出去的，打了一次不行，又打第二次，第二次不行，打第三次，我们再一次给掌声的。好。关于那个表演哈，还要再说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两个礼拜的报名时间，我们会根据报名团队的多少来确定每个团队可以上多少节目。尽快把这个节目报上来，到时候我们需要挑选跟编排。谢谢大家，好。舞台的尺寸大概有多大？还有舞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们比较方便安排我们的工作。你大声点了，领导。我想知道这个，因为我不是我在那个。哦，舞台不是太大，就一个车，像那种拖箱的那种车那么大。所以如果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在地上。在座各位，今天我们听到大家。嘅感谢同你咁冇時間嚟出席今日嘅第一次巡會，我覺得非常之榮幸。我相信我嘅榮幸，大家亦嘅榮幸。我哋希望到嗰日大家多人出嚟支持呢個中國人，我哋顯示我哋中國人嘅點嘅喺美國嘅上流社會嘅指標，好唔好？我哋希望大家多參加，再叫大家，我希望29號再見，落嚟再見。好啊，好，今天呢，碧城的热闹，在这里呢，允许我代表李国巨兽不息工作，跟大家讲一下啊。尊敬的米椒巨兽不息工作各位的领导，各位球团的主席、会长、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代表纽约汽车部车公所向大家在繁忙之中抽时间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会议就是纽约交参议员通过11号定为中国院，跟那个中国交的筹备工作会议。11号是我们中美建交开放49年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9年的大好日子，所以这一天是非常的喜庆的。正式的活动，我们的机销部车公所也得到了总领馆总领事王斌大使的大力支持。8月17号，肖坚副总领事也在这里跟大家成功的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作为我们爱国爱乡的球团，希望能够努力配合我们参与团结一致，把今天的节日气氛搞得又生又死。
将我们的中国文化展现在这个纽约大都市，更好的将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发扬。现在我衷心的希望大家对这些活动多谋擦亮，吃早晚餐，在这个活动节目能够大放异彩，发发财光。到位的安排你们都谈得很清楚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报上自己的球团的名字，我一心的赞助啊！最后，我祝愿这些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在我们活动节目，好，我希望他能够带领我们把这首歌唱完，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歌声。我的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